年轻的时候，我走进人群里，走在他们中间，我觉得我快孤独死了。我叫小旭。大卫老师一步一步向我靠近，我害羞的退到了教室的墙角。徐老师，还没有更严重的事情。这里是219号房吗？以距离来说的话，屏东比较远，还是内地比较远？我要报案。你可以把房间让给我吗？2923，不然我把我的开心分你一点，好不好？你是真的开心吗？滚人啊！孤独的时候，看世界会比较清楚。相信我，十年后的你，20年后的你，一定比现在不那么孤独。